任何这样的主张，不管它背后的任何的政治势力或任何个人，我们都没办法赞同。我们强调，这个不但是中华民国的宪法，也是我们的政治纲领。我相信，也是绝大部分的所有台湾人所坚持的理想。会担心网络结束？那我也希望啊，好好的来不公开的方式向国民政府来请益许多的问题。那没有所谓的朱送会，我一开始就讲过了，也不会有所谓的这样的方式朱送会。那我们希望还是持续的向政府来请益啊，这样不公开的方式这样可以讨论很多问题，也可以解决很多问题。新民党蛮坚持。